你又迟到。昨晚某人点赞了什么？什么点赞了什么啊？你为什么迟到？抖音点赞啊，想想。帅哥。有人点赞帅哥是不是？不是这个。这不是基本操作吗？你为什么迟到？再想想，再想想。四件套。床上四件套，被子。不是啊，冬天四件套。这个热奶茶。哦，这就是你笑的理由吗？那还有这个。我跟你说，最细心的是这个男人已经剥好了。怎么这只有一点点？不是，它碎了，我就把它吃掉。这是你吃过的吗？这个，哦，冰糖葫芦。嗯，暂时原谅你吧。再加点高手。现在已经完全可以原谅你了。啊干嘛、啊？我要给你掰红丝。啊，这个多的给你，少的给我。下次想吃什么，直接点赞，我懂的。